好的，我们今天来玩两款基本上普通模式下你是不可能通关的模组啊。那么第一款呢，它的名称叫做 Super Hard Mode。Welcome to Bali's Basics in Education and Learning. That's me. 它居然自称超级难的模式了，那我们进去看它究竟是有多难吧。Oh, 你就只是把这边变成墙壁上都贴满 hard 而已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硬 ，hard 就是硬的意思，所以你哪里很硬？变红而已啊，没什么，完全没什么啊，太轻松了吧？他的门牌变成666了、欸，眼睛颜色变一下而已，然后还有画面就变成杂讯而已啊。然后老师有变成比较难吗？没有吧？有吧？有变成比较难吗？看不出来啊。老师还是一样啊，没有比较难啊。有比较难吗？没有啊。校长呢？校长哦，是要走穿衣服的校长。OK， 这边为什么会有老师的大头贴，而且还是模糊的？是表示老师太快了吗？哎，买罐饮料，买罐饮料。哦，推我，推我，推我。No no no, I no one marry you. 哦，老师，校长，校长，校长。哦 ，error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15 seconds. Detention for you. 有比较难吗？原本就很难吧。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，确实有比较难一点点啊，一些些而已。有老师不要高兴的啊，为什么追得上啊？噔，你变红眼了，而且他眼睛旁边会有两根出来，好像蟑螂一样，哎，看不出来到底是难在哪里啊。我玩原本的也是不能通过啊，一样啊。哎，看来我们今天这一款呢是被骗喽。看来标题要下的不是最难的包底，而是骗人最深的包底，别来欺骗我的感情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看得到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待会你就不用来，你不用来，拜！说出，你来呀、啊，来做我啊，呵，笑你哦。What the hell？ 我要跳绳呢、欸，我最喜欢跳绳了。我没有，我不是说你 ，Playtime。哇，你穿得好帅哦。他眼睛会动哎、欸，你们注意看。好酷哦！为什么你要玩的啦？不是想跟玩玩吗 ？I don't want to play. I don't want to play. 不要！不要做！不要做！不要做 ！30 seconds. Detention for you. Detention for me. 我父母不会看到这些的。噔！噔！What the hell？ 那是什么声音？捡到，捡到！到底有什么难度啊？好像跟原版的没差、啊，普通结局说不定有差呢。You won in a super hard mode, Baldi. Well done. You are just super. 可是这个模式跟普通的一样啊，它没有比较快，也没有比较强啊，也没有跳绳的时候，也没有跳比较多次啊。我是不是被骗了？诈骗集团哦！你嘴巴开这么大干嘛？超级难模式，它就只是在墙壁上印上难难难而已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两个包底？安全的包底？什么是安全的包底啊？安全的包底，我想掉这游戏了，再见。我们看完了一个自身很难的模组，但是没有很难的模组啊。这一款呢，它的名称不是叫超级难了，这一款呢，它的名称也是自称了，是超级快。这是超级快的模式，你可以听下音乐也是特别的快，然后他的眉毛为什么会这么粗，很奇怪哦。进去看一下他究竟有多快吧，三秒的男人嘛。那音乐，哇，转个身回来你就变身了哎，他的音乐是加速一倍吗？哇、哦，变快了，超快，他的声音节奏感会有点刺激的感觉啊。这个根本是画上去而已吧？哎，这改了什么？改了眼睛而已吗？
所以超级难的模式是有多难啊？等下你有很快吗？你没有很快啊，所以你超级快的模式，等下老师走路太快的话，不能让玩家通关也是一个问题哈、哦。少佐也变成哦，抓下一个闪电符号就是很快了嘛哈、哦，闪电侠你。你们以为眼睛发红就会很快吗？我眼睛红的时候是代表我没睡觉的时候。你怎么眼睛变尖了啊？你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呢。闪过你。哇！也是五个而已啊。有没有比较快啊？他只有声音变快吗？还是说校长停留我们的时间也会变很快了？诶，这个要是变快的话确实很好玩哦，校长对不对啊？史上最会骗魔主，号称最难，自称最难魔主，但玩起来却是非常的 easy。 我们学生的速度也没有变快啊。如果说这个魔主是让整体的速度变快，就是学生啊，回答石头的声音啊，校长啊，大家的速度都变快的话，那样还蛮合情合理的嘛。没有呢，他只有声音变快。我有一个神器啊，叫做锁头啊，来不了了吧？啊哈！哦，来来来来！叉细狼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锁你的门的，我知错了，知错能改，就是好学生，不是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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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声音变快呢。超快速的念过，就是怎样赶时间呢 ？This crazy fast only sound， 只有声音。声音有变快吗？声音？他觉得不衰，声音有变快呢，完全感受不到快速的 feel 啊！所以老师果然不是三秒的男人嘛。说不定红衣人是用超高速的声音来表现自己的。哎呦，说话、啊。而且老师，你的眼睛的红该怎么说呢？真的是红眼症啊！我觉得你要去看医生了。你的声音没有快 ，OK？ 这个我们今天玩了两款呢，自欺欺人的模组，这声超级难，超级快，超级快确实有啦，超级快就是声音超级快嘛。但是超级难，感觉不出来超级难，它题目也没有变难那一些。看我们今天真的是被骗了哈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了。被骗的好惨哦。希望这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就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申廷，我们下次见。我还是想在这游戏好了，拜拜。